是不是走错了？ 要找网上。
反正我现在可以买数位版了，我有 SD 卡的了。我500G 的 SD 卡的，啊啊，可以。你可能喜欢它苦苦的味道。可是那个卡带很多，收就麻烦。我有一个收纳盒，卡带都放里面，但是当我要挑游戏的时候，我就要一个一个拿出来看那是什么，不然我不知道那卡带是什么，我要一个一个拿出来看。盒子好像被收在其他地方了，不在我房间。我房间实在没有地方哎。放在那个收纳盒带出去玩是比较方便，如果也要带出去。过了。